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我是阿明。净思语说，有人点灯求光明，其实真正的光明在自己的心里。今天就要介绍一位勇敢坚强点亮自己心灯的人。下面呢，我们来看照片哦。不是人，这是今天的最佳女主角胡梦华画的画。她在哪里呢？她说她就是这位天使。梦华其实很喜欢画画，但是虽然年纪轻轻40岁，但她已经有10年洗肾的经验了。现在一个礼拜有3天要躺在病床上4个小时洗肾。为什么这样的病人能够转念说自己是一个翱翔天际的天使呢？当他点亮了自己的心灯之后，他要如何去照亮别人的生命？朝大家到中华来洗筛这百度的主人梦华他的人生故事。师姐，你现在要去哪里？我要去上班了。这里是我上班的地方。怎么说？因为在这里就是每个礼拜就要来3次啊，对啊，然后在这里又幸福，有电视看，然后又可以睡觉，对啊。啊，然后也可以跟帅哥啊，然后跟美女聊天，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在上班的地方。因为肾脏病的缘故，每周有3天，胡梦华都必须到洗肾中心报到。年仅40岁，正值黄金年华的他，却已经洗肾长达10年。虽然每个礼拜都要花上12小时待在病床上，忍受抽血过程中皮肤起痒的不舒适，但他并不以此为苦。就是转一个心念嘛，而且觉得说自己虽然说在洗肾，可是还是幸福的，嘿，不像说有些癌症啊，还是说得到血癌的人，他要等到半骨髓才能活下去。所以就是说你很年轻啊。刚开始的时候会啊，就是慢慢的看大爱电视台，然后听师父的开示啊，嘿呀、啊，就把它当成上班嘛，嘿呀、啊。对啊，你看看到他就觉得自己很幸福。病床前的电视上播放着大爱剧场，比起剧中人来，胡梦华感到自己还是幸运而且幸福的，这也让他暂时忘记洗肾过程的不舒服，就像是身旁运转的仪器正缓缓净化他的身体，蕴藏在剧中的人生智慧也疗愈着他的心灵。昨天我有去做检查，去哪里？做那个磁剂呀，盘子去做那个心脏检查。哦，对，对啊，报告要等，没有啦，报告等25号的时候也会等，一次装一次才会说。孟华算是很坚强吧，他蛮坚强的啦，啊，但是相对的，当然他其实是有一些比较疾病上稍微复杂一点，哎，啊，但是我觉得他还算是蛮乐观的啦，哎，他真的还不错啦，他也愿意去工作啊，然后我觉得他参与度都很好嘛，在慈济这边的参与度还蛮活泼的。你现在要去哪里？去打扫。能做就是福。每个礼拜有3天，胡梦华都会到这个学生宿舍来打扫。哎，就这一栋吗？哎，这边。之前你在这边做过什么？超3个月。用心的他不止耐心地将浴室的垃圾分类整理，也细心地用拖把反复擦拭走廊地板，不放过任何一个小角落。师姐，你这样也还会顺便帮他们分类？哦，对呀、啊，对呀、啊，啊，比较干净的就会拿去环保站啊，啊，比较脏的就拿去垃圾车回收，嘿。所以你工作的时候也是不会忘记吃鸡的。对啊，因为上人说爱护地球，因为现在地球都软化了啊。啊，像
有些可以回收资源的话，就直接就是回收啊，才不会浪费地球资源。因为这边会比较花时间。嗯，对，嘿，啊，可是其实这样子，我会觉得做得很高兴，因为我觉得说，就今天又做了一些实际的事情。他也很希望说自己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有收入。那这个过程当中，几度想要介绍孟怀来做其他的工作，但是时间因缘。那后来刚好我早餐店有一个客人，他跟我讲说，就在这附近，他家里需要有一个就是 part time 的一个工作。那我很直接就想到说，那这样孟华不知道可不可以来参与。然后我问了孟华，孟华说好啊好啊，因为这个时间点对他来讲，至少对他的收入是有一个补贴，而且时间是很 OK 的。对于胡孟华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收入来源，更证明了自己还有能力去付出，也让挂念他的人心安。而深藏在心中的愿望，也在点滴的累积中逐步踏实。会做是好去啊，未做就废去，无做了去，所以讲，就要赶紧把握，继续做落去啦哈。今天看到孟华的本尊啊，出现在我的眼前啊，真的非常的赞叹哈。感恩，感恩你不失你身体的病痛之苦，让我们珍惜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多付出哈。今天除了孟华来以外，跟大家报告，今天仿佛是开彰化同乡会了。我跟你本身也彰化人啊，要介绍这位啊，大爱剧场化人生的本尊啊，张君祥师兄今天也来了，感恩感恩感恩。哦，还有你的法亲陪伴了哈，那的陈淑珍师姐嘛来啊，感恩。哦，四位真真正正拢是彰化诶，这个乡亲呐哈。咱先来讲看卖，你都话讲诶，做事啊。啊，除了讲，我家己知影讲，我有能力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之外，其实还希望身旁的人不要担心呀。对，阿老公，就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呀、啊，爸爸妈妈不要担心这样子。嘿，一支草，一点路，天无绝人之路。对，对吗？对。那你的愿望是什么啊？我的愿望就是身体可以更好，然后就是。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可以去慈济当医疗志工。这个一三五早上要打扫学生宿舍，二四六的中午开始就要洗肾。对，那你把两个都当成上班啦、啊？对，加急呀。《西游记》为什么跟他上班？你都要改兵工啊，反正一个礼拜要三天去，那个心境应该不一样嘛。你去打扫五级狼毯呢，你到底下是？没办法做事情的、啊，因为上人说去那里就是要自己要艰苦知福，然后去那里的话就是很像上班啊，就是转一个心念、对，转念，把那四个小时当成充电的时机，对，对吧？对，哦，我拄仔看阮导演翕的，恁若倒底下，你就会转大爱台看，对，嘿。那你为什么还要挂那个挂上手啊？看你还要洗肾的时候还要挂那个，就是洗肾的时候心脏会喘，嘿啊，所以就是借由那个氧气的话，心脏才不会喘，才不会不舒服。你心脏有状况了？对，有装过心导管啊。嘿，来哦，我问看你坐你正边的这个淑珍师姐啊，你捌几啊年啊了哈？才四五年。伊听讲常常会去甲你讲伊一挂心情的喜乐甘苦啦。对他不舍让爸爸妈妈操心、啊，所以去的时候会跟我讲一些知心话。你知影伊身体挂西游记，佮心脏无好无？我拢知。你拢知啊？我拢知。啊，你有看过伊甲你掉过眼泪，或是自暴自弃，或是想要放弃？伊捌讲呢个无？他在跟我聊天当中，有些地方他说。泪水含在眼珠不会掉下来，他好勇敢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他来我家，然后我家有养一只狗狗，跟他很投缘，他都会来跟我们家小，还有跟我聊天。有一次他就把手跟他掀起来，那时候肿起来，原来他告诉我说去做心导管的时候，医生叫他要用热敷，他用的温度过高，规个肿咖呢。啊！伊去找我，啊！你刚高啊，哪算哪算的，甲手安尼扭起来，我看到，然后眼珠子快掉下来。那时候我当下心里很不舍，我唯一的动作就是抱住他，拍拍他的肩。
我觉得我很不舍，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生命的勇士。我觉得我们做的有时候在做的时候，我们当下有时候会觉得说发出怨言，说我为什么家事这么多？可是从孟娃身上，我就会化解说，哎，我要自主了，做没关系，我四肢健全，我做就上像上人讲的哈，甘愿做，情愿受，我喝卡喝酒，阿哥阿伯身体上的病痛，像孟娃这样子，一个礼拜就要四次。他刚开始其实是用袋子装的，结果不透析，结果。不够清醒，所以变血液透析。阿姨，那问到鬼拢会礼拜间谈天公一寡话安尼。所以你感恩你耶，你不仅是他的这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你也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幸福啦。对，就觉得自己真的要很知足了。哎呦，对，因为我还有老公，还有孩子陪我，还有他们可以当我的出气筒。是是哦，孟婆。哦，你不要出气，你要争气，你要争气，不要争气。那个。讲口白太快了，孟华，对，真正感恩的哈。对，有些事情当然怕在家里的人担心，你可以找他讲，而且他也愿意啊陪着你度过一些很重要的时刻。听讲你第一次去台中的主祭拜的时候，是伊陪你去的啊。对，嘿啊，真的很感恩他，嘿啊，不然来回这样路程真的都要一天。包含身旁这位我们的张君祥老师啊，他常常就透过他的话或是学生的话，也把上人的法融入进去哦。怎么说呢？我们看下面这段影片。每个星期五，胡孟华都会准时到彰化静思堂报道，参加这里所开办的朴实艺术课程。参与课程四年多来，他的作品已经汇集了十多本的画册，将近250幅的画。师姐，你们这样一个礼拜要挂三次？一个礼拜一堂课，啊，1:30到3:30。孟华这个图吼，你看起来安尼有古锥无？有古锥无？吼，莫讲你拢唔知吼，其实老师对伊真唔甘啦。不舍哈、哦，啊，另外一点也充满佛力、佛菩萨的力量哦。这就是咱那二位所在哈，孟华就是咱的典范。啊，这个就是有一天呐、啊，就是去洗身回来，然后心情不卡偌好安尼，嘿，啊，就突然在煮饭的时候，然后就往外面，然后看到就是太阳下山的状况，我就觉得哦，世界上好美哦，然后天空好漂亮，嘿呀、啊，啊，就觉得说，其实你遇到什么事情的话，你转一个头观，然后转一个念，然后就可以有阳光，然后就可以面对阳光。身体的疾病并没有为胡孟华的生活带来哀伤，他透过画笔，一笔一画勾勒出他心中的温暖和感恩。画中绚丽的色彩和微笑的人物，除了反映出他单纯的心念，也让他找回了清净的本性，将不安的心绪安在当下。我画画的时候喜欢在晚上的时候画，因为晚上的时候比较沉静，嘿，心就比较能静下来这样子，然后自己去享受那个过程吧。啊，就是把感动的、不感动的，然后高兴的，然后就是有时候参加实际的活动啊，还是说去师姐那边，然后把高兴、然后感动的把它画下来。而且今天是什么活动？儿童班，我们一个月一个次的儿童班。幼儿保育科毕业的胡孟华，从2011年起就到慈济儿童班担任班妈妈的工作。在眼前这群活蹦乱跳的小朋友当中，个子不高的他却显得悠游自在。没有跟我说是姑长，一米，是姑长，谁让你来？妈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有一次，然后在包容班，因为那是包容班是最小的小小孩，然后刚开学开营的时候啊，小朋友就是有感染力嘛，就是一个哭，然后其他的就跟着哭，然后其实那一天我们是有点手忙脚乱的，就是小孩子哭得太多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孟华吼抱着小孩，然后在一边就是吼，他个子也小小的，可是他真的很用心，就是
抱着小孩，然后边走边吼边拍他的背这样子，然后安抚他说啊，没关系，我们来上课。师姐，这个跟带幼稚园的进去，带幼稚园就是来这边比较快乐啊，嘿啊，对嘿，啊，在幼稚园的话就只有一个人，这样责任会比较大。啊，来这边的话就是有师兄师姐一起帮忙这样子，然后爱的陪伴这样。我们是不是第一名的团队？对，对，我们是第二名。那你们现在要分享心得？不要这样子用。你要不要喝？要不要喝？要喝就喝啊，不要喝关起来。就刚开始进来，他们都会哭嘛，嘿，啊，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然后长大，然后看到我们就是都会打招呼，嘿，啊，就觉得哦，那时候付出的心血就是都，嘿，就是都很满足。在儿童班的付出是欢喜而且无怨无悔的，看着在他的陪伴下快乐成长茁壮的孩子们，胡梦华也期许自己能在慈济人文的熏陶下更加勇敢积极面对未来人生的每一个挑战。上人说啊，人人都是一部大藏经哦。我们的梦华也在彩绘他的人文地图啦，也谱写你的生命的彩笔了哈、哦。我相信呢、哦，俊强老师啊，画过这么多学生，教过这么多学生啊，每一个学生嘛是拢是独特唯一的，对不对？但是你在梦华身上看到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感觉，你看到伊下面看的不一样的光或热。我想刚刚。听到孟华啊这个细述哈、哦，比我知道的更感动啊。安尼哦，对，我较早唔知伊吼、哦。这苦。对，这苦，因为我一礼拜哈、哦，一个礼拜下去哈、哦，只上两个小时的课。嗯。对他来讲，我只是从画上看到他的一个，可以说很坚强。他的画面哈、哦，可以看出他每个做脚哈，很细腻。而且很有信心哈、哦，看到他个子小小的，可是呢，也不知道他背后有这么苦。我只知道他说偶尔喜肾，但也不知道刚刚他所叙述的这样子，哇，真的是，刚刚我从开始到现在哦，听起来哦，真的是很感动。他也很谢谢你，因为他觉得你是他的心灵导师啊。对，嘿，因为我看从你的话就看出充满了感恩呢、啊。你这包导工要感恩像啊？那个是要感恩，感恩我们那个人美喜圣中心的医师跟护士。哦、嗯，对。护士头前一排啦。对，嘿。啊，医生是这位啊？对，嘿，那个是林医师。哦、OK。哦，这个是我。你这？嘿，对。都掉了。嘿，观众朋友，看看呢、啊，还是把自己画的最漂亮、啊，因为还画两个腮红，还绑个这个蝴蝶结，红色的，然后笑容。哦，你看今天你的心灵导师啊，哈、哦，君祥老师来了。其实更感恩的是上人，是我们慧命的老师。更感恩的是你的母亲啊，你的母亲生养你这个身体啊、哦。今天妈妈也有话要对你说，来看看了、哦，来。就一般来是在台中上班，在做幼稚园老师，哈、哦。啊，就是回来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吼，啊，你安尼袂使，唔通阁去啊，吼，就是去，隔顿工就电话回来啊，吼，听一个叫要昏倒呢，已经往送去急诊啊，啊，去拢唔知人啊，啊，阮就紧赶去，我甲因三兄就紧赶去啊，啊，过较好，回来吼，有一段时间吼，就是伊要洗。都莫妥协，迄阵头头啊紧张，学袂晓啦。哦，时阵嘛足烦恼的，你知影？伊洗这个都莫妥协吼，毋知是安尼洗骨吼袂清气，还是安那？啊，后尾才换洗血液的。啊，想讲以后即搁会晓去找这个慈济的路，安尼行落是正好。行这条迄落慈济的路来吼，心里爱。爱有照这个正言法师的安尼教恁的迄落安尼行落去，吼、哦，啊好好啊，
安尼啊，看会当辅助安尼个到保平，好保平好，他顺遂平安。啊，我每天拜拜嘛，是拢个求求阮个辅助，求阮个神明安尼保平好伊安尼会当，会顺遂平安。感恩孟华的妈妈哈，你哭了。想到什么？感恩妈妈。其实啊，哈，也是很感恩妈妈。嗯，妈妈就如父母恩重难报经说的哈，百岁老母常忧八十儿了哈。妈妈总是会感觉讲啊，这阮查某囝吼，希望会当健健康康啊。你看，伊逐天求，就希望你会当健康啊。嗯。哦，不过从妈妈的话中啊，也可以延伸出来，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你就是一位人间菩萨了，对吧？好、哦，你有啥话要甲你老母啊讲无？就是希望妈妈，就是我自己会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妈妈本身她身体也不好，这样哦，啊，就是她自己也能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把心放宽这样子，嘿，哦，都要祝福你们呐、啊，都要能够安心睡，都能够快乐的吃，啊，都能够欢喜笑，啊，都能够健康做了，对，对不对？哦，特别是啊。我一开始有说啊，你要转念嘛，你洗肾，不管是以前的腹膜透析，或是后来要躺在病床上，这样做血液这样循环的洗肾哦，你去年2013年11月啊，你还切除了一颗身体上的水瘤哦，哦，对，你也刚刚光那提供杯啊，叫你哎搞你冲低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哦，其实不会啦，就转一个心念，你怎么转念呢？啊，就画画啊。对啊，画画，对，画画，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画画，啊，然后会觉得说画完画就心情变好了，啊，有时候心情不好就会去找师姐啊。所以你左右逢源呢，又可以画画，老师可以帮你解惑，所以要感恩张老师，也要感恩师姐，对啊，好啦，这个不是很有人缘，对，也广结善缘。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也希望今天有缘看到这个节目的人啊，都能够有知识有尝试，特别是你自己是一位洗肾的患者，你有什么小小的建议要提醒大家？就自己就是就平常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嘿，然后饮食方面要注意，比方说不能太怎么样，不要太油，不要太咸，吃素食，对啊，吃素食，嘿，之前就是没有素食，所以才会有痛风啊！你给我痛风哦？对，嘿，现在吃素食都没有那个毛病。OK， 阿舅，你加一步，进一步，愈来愈进步，大刚加的诸者菩萨道，好不好？好，好啊！阿加油哦！阿将家己身体顾啊好，嘛祝福你的妈妈，阿祝福恁家庭的人拢会当平安健康，好不好？好，再一次感恩俊祥老师，感恩淑珍师姐，马上感恩。孟华，好，视线无常，让我们知道感恩，祝福。